الله أكب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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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حي على الصلاة حي على الصلاة حي على الفلاح حي على الفلاح الله أكبر الله أكبر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好，叫拜叫我了，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刚才因为注意到我叫有后面的时候，砖头啊，砖头的用意就是说啊，叫右边的邻居，再叫左边的邻居啊，这样子意思。那老师为什么要把耳朵给捂住？耳朵捂住哈，如果说我们在叫拜的时候啊，第一个呢最好是这样子啊，我们就是如果说你有学过 CPR， 你就知道了，这样子是呼吸畅通嘛啊，这样子可以叫得比较大声一点啊，早前没有喇叭哈啊。这样子叫也比较大声，啊、如果像这样子叫的话，会啊没有气，气没有出来，所以气出不来就不大声啊。这样子叫啊就很大声了啊，阿拉这样子，啊呜起来就是说啊可以叫得很大声、啊。老师，那是每个人都可以叫吗？还是啊一般哈叫拜哈都第一个是要男性，不可以女性啊，男性来叫，然后第二个是说啊他的音准啊，其实他的要求不会很大。啊、那是合唱团的才可以，啊、也可以要甄选，要有绝对音感。啊、其实啊，它没有太大的严格的要求、嗯。那这个大殿呢，它有男女分开啊，是分开的，不能在一起哦。那女生刚好在二楼，二楼那就是属于男性大殿。哦、那我们这里，那这个清真寺呢，它新建于1959年。那1960年就是落成典礼开始使用，好，好，那它的设计师呢，啊，是跟这个自由广场，啊，还有远山饭店的设计师是同一个设计师，啊，同一个人设计的，啊，那它的这个它有个玻璃窗，啊，它的玻璃窗是彩色的，那是仿照这个罗马教的，啊，那个拱门呢，这个拱门是阿拉伯文化融合起来的，好，那。对，有看到这个屋顶哈、哦，这个叫做洋葱式的屋顶啊，是清真寺独有的风格啊。那事实上早期圣人盖的清真寺是平房的，没有洋葱屋顶的，这个是后来是文化加在里面的啊。但是它没有违背伊斯兰教的法律啊。那它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把那个热气排往上排掉。所以夏天的时候，通风啊，对，它不会闷啊、嗯。如果说平房的话会比较闷嘛，这个不会，它会热气会往上飘啊，排掉啊。这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很好找啦啊。如果说就会看啊，如果说你要看见清真寺在哪里啊，你就不用问人家了，看到那个洋葱屋顶啊，那就是清真寺了啊，是不是比较好找？对啊，所以这个有好处在这边啊。那这个是它的风格哦，这个拱门是阿拉伯的风格。我去过阿拉伯那边，最多就是这种啊拱门的风格哈，拱门风格。那还有这个上面哦，前面那个什么呢？前面是阿拉伯文啊，那个阿拉伯文是写的什么呢？写的 Allah 真主的意思啊，那是真主的名字啊 ，Allah 是真主的名字哈。那好，那我们看这边啊。为什么这有一个台子啊？对啊，那早期啊，圣人啊，他在清真寺里面，他在演讲的时候，他在讲话的时候，各位知道吗？早期没有麦克风，对不对？没有麦克风，那我在前面讲话，后面很多人，也许后面的人听不到，那怎么办呢？啊，圣人就拿一个木头，拿一个树啊，把它切下来，
这么高，圣人就上去讲话，你高一点讲话，后面能听得到嘛，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可能是，也许圣人已经老了啊，所以他的弟子呢，就把它做一个有阶梯的啊，就是有这种有阶梯的啊。这个什么时候会用到呢？星期五啊，煮麻的时候，煮麻的时候，我们教长呢会上去这边演讲。好，那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呢？啊，金箍棒。像不像金箍棒啊？这个可以拿起来的哈、哦，啊，这是拿起来的东西啊。有的今天是它是拿起来的哦，这个可以拿起来的啊。各位想一下，如果说你在上面讲话，你手空空的，你会不知所措，或者是呢，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没有力量。有了这个抓住这个棍棒哈，你讲话的时候会有可以帮助你。啊、那个气势，因为像很多长老，他们都会拿着力量，可以敲啊，比较有力量啊。敲的话应该是不需要啦、哦，敲的话那个是敲的话是既有广场才要敲、哦、啊，那个李冰啊要敲啊，我们这个应该不需要啦、哦、啊。那个抓住啊，那个是要比较有那个力量讲话啊，就是我们的。好、啊，我们看看这个风阿拉伯风格啊。我去阿拉伯的话，这种风格建筑是最多的，而且他们的风格是黑白的，这个没有嘛哈、哦、啊，它是黑白的。啊，这边呢是这边呢，我们阿拉伯话叫做 Mimbar 就是阿訇在里面的地方。还有呢，我们介绍这个毛毯，好不好？这毛毯，那这个毛毯呢是机器做的，整片的，整这边的啊，那个红色那个毛毯呢是那个是手工的。手工做的啊，手工做那个是我们这个清真寺刚盖好之后没几年呢，就是有一个啊，有个国王来这边啊，来这边来参访的，他送的啊那个红色的毛毯。那上面的图腾有特别的意义吗？啊，事实上呢，清真寺它有一个基本的规定啊，不管是什么图腾都可以。第一个呢，它禁止有生命的东西，禁止有生命的图案啊，比如说动物啊。啊，不行，啊，或者是人类的图案呢、啊，就不可以的。那这个有限一条线，那个是说，因为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是要排整齐嘛，啊，一排整齐，所以呢，我们就给它一个线，这样子比较好排啊，比较会整齐。那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很好奇，因为我们常常在说清真认证，那我大概知道在饮食的方面，可能就是要活体杀生嘛，然后不可以让动物。太痛苦的死去，是的，然后还有要有朗诵，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听说清真认证不止在饮食，可能比如说在饭店或是有一些场所也会有关于清真认证，那是什么样的场所才能获得认证？啊，是的，那一般来说，除了饮食方面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旅馆呢、啊，旅馆要清真啊。旅馆清真主要是说，第一个是有提供这个清真的食物给这个旅客嘛，啊，还有那个他有提供这个礼拜的地方，礼拜堂等等之类，包括有提供这个做小净的地方。所以这样穆斯林如果出国玩要住宿的话，都一定要找有清真认证的地方才可以住吗？啊，没有，这主要是说看你去哪一个国家啊。如果说你去的是非穆斯林国家的，当然啦、啊，最好是找有清真的旅馆来住宿了比较好，因为你要吃东西比较方便一点，也许他可以提供一个清真的牛羊鸡给你吃啊。啊，如果说你找到一个没有清真认证的旅馆呢，那你就吃素嘛。啊，就吃素也可以。老师，那可不可以教我们就是怎么那个绑那个穆斯林的头巾、啊、好，等一下我找一个小姐教你怎么绑这个、哦、好不好？好，那我们再先找一下、嗯、好。到这边对不对？等一下他再整理，我们后面去是不是完全看不见你的脸了？对啊，等一下完全看不到。我是想把我的嘴巴打开。我现在侧面看你，感觉你好像要去当小偷，因为我完全看不到你的脸。然后直接盖起来，折下来，有脸出来了。啊，可是头发，其实头发要在那个要绑吗？还是要藏？就是要藏，所以不用绑。就是藏，反正你正面看不到就好。就是如果你绑起来比较好藏哎、欸。对啊，就这样子。土耳其的方法是这样，可是里面都会有个头套。
因为它才会滑，因为这种差别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不一样？我没有这个是吗？我没有，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比较短，哦、这比较短，没就装饰一样，只要不要动的东西就不会滑。这边再折折一下，好，完成，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刚刚在帮我用的时候，有种被爱的感觉，很像那种妈妈在抱小孩的东西。而且其实意外的，我觉得绑起来蛮紧的耶，因为可能是有用夹子，我觉得很温暖，就是这边整个对。不知道我现在自己长怎么样，但是看到你觉得你很特别，他是在夸奖我一样，但是我应该现在也是，特别是一个夸奖嘛。Hello， 大家好，我是 Sunray。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丽丝。这几个礼拜我们已经带大家走跳台北非常多有趣的地方，还有有趣的景点。如果大家还想要知道台北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就继续锁定我们悠悠台北台哦。没错，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之后见啦，拜拜。